今天早上跟你说那个事，不知道鞠总给了那个资料给你没有呢？ 你问鞠总，他就知道了。我要的是四驱英雷科陆货的三米三九零，他知道。啊，什么型号我不说出来，啊，知道。你去问鞠总，帮帮忙，啊，如果今天申请这个客户，看看他这个OK不OK，是吧？啊，你帮我问鞠总，有了吗？办了吗？